本節目熱烈歡迎各位觀眾之餘，再次警告各位，不要有期望，不要有要求，最緊要不要叫回水。以下是英文翻譯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if you can understand English only, sorry. 各位老闆，一派胡言，百嘴莫辯，千夫所指，萬眾期待，黃子華棟篤笑，現在開始。得唔得？好得咧，離遠睇戲幾得噶 ？OK， 所以唔好上台嚟強吻我。OK， 因為我驚你上到台近睇咁嘅咋，咁走翻落去好hurt噶嚇，小心啊嚇！點解我叫棟篤笑霸王啊？喺我嘅場館好自由嘅，我哋支持同性戀。Yes, I love you too. 還有什麼表示？好歡好歡迎，好歡迎，好歡迎大家嚇！日日都有人嗌我除褲添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嚇，今日算係好斯文噶啦。啊，不過通常嗌除褲嗰啲，你我有除嘅，淨係要咗我條褲，又係好 hurt 嚇。今日好多朋友嚟是因为今日的题目是叫做儿童不宜，是不是啊？下手掌有哪些人是这样来？对不住，我会令你们失望，因为今日这个 show 真是叫做儿童不宜的原因，主要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学术性的 show。 今天其实我会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不适合儿童的，因为是这个量子的力学，讲笑一下，是讲生物学。今天我会介绍大家认识一条非常危险的链，这条链叫做食物链，在周生生是买不到的。 OK， 麦当劳有得卖，我想其实大家都知道什么叫食物链的了。我们这个地球就是一条食物链，所有的生物都在这条链的里面，链的下层就被链的上层吃，一层一层这样链上去的，食物链。但是什么食什么呢？是非常複雜。好彩我們有生物學的權威劉壽綺，拍手掌。這些人是有識之士，你不知道劉壽綺是什麼，你是沒有知識。劉壽綺是差點拿了1982年的諾貝爾獎，不過當年很可惜是輸了給飛行棋的。大家知道 OK， 劉壽綺告訴我們食物链是怎样安排的？食物链的最低层就是老鼠。OK， 老鼠之下是没有第二动物的。你看到什么小强啊，那些不是动物，那些是植物。OK， 老鼠是被猫吃。OK， 然后呢狗又吃猫。OK， 所以我们赞成大家是猫狗一起养的。就是你哪人不记得买狗粮，不紧要啊，有只猫猫啊。OK， 跟住豹是吃狗，老虎是吃豹，而獅子是吃老虎，最後大笨象就吃獅子。是沒錯，大笨象是吃獅子的，你不知道，你現在明白大笨象那兩隻牙是要來做什麼？撐著獅子啊，巴比喬啊，象鼻要來做什麼？茶蜜糖啊。 OK， 大家知道動物界的食物鏈是怎樣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講下人類又有人類嘅食物鏈嘅喎。人類嘅食物鏈咧係簡單好多啦，只係分為三層嘅啫。最底層係無產，中層係中產，頂層冚家產，係絕無不勁嘅成分。因為呢啲頂層嘅人物真係佢全家
唔係田產、房產就係地產，真係名副其實，冚家都係產。所以有時我哋叫冚家產做乜嘢？冚家富貴啊！唔係我發明啊，佢哋真係非常富貴，因為大家知道嚇、根據一個統計，各位，全世界最有錢嗰三個人嘅財富加起嚟，係等於全世界最窮嗰48個國家加起嚟。犀利啊！即係佢哋每人係擁有16個國家，你死係份身家，佢哋死份國家。你聽過富可敵國，佢哋唔係，佢哋係富可敵國，係咪啊？呢啲咪叫識英文啊！咁當然啦，好心嗰啲咧，佢喺死嘅時候將個國家捐咗出嚟俾啲慈善機構，譬如佢可以將愛塞俄比亞捐咗俾孫明會。咁孫明會應該點做呢？我原本係捐開錢俾愛塞俄比亞，而家我擁有愛塞俄比亞，我捐錢俾你，即係等於捐錢俾自己，好複雜嘅問題。所以大家明白點解啲有錢佬一分身家咧，啲家人會發癲嘅好多時候，係嘛？孫明會都發癲，但係好彩有錢人並唔係好多嘅啫。究竟有幾多咧？大家知唔知道？意大利有個經濟學家叫做帕雷托 （Pareto）。Pareto 發現了一個社會的現象，就是說很多時候在一個社會裡面，譬如我們這個場館是一個社會、有 80% 的財富是集中在其中 20% 的人的手上，即是全場這麼多人的財富主要其實是在這一格的人的手上。其實我是不用理他們的，各位老闆，我只是跟你們談已經可以了。而再有一個研究顯示呢，這 20% 的人裡面，他們其中一半人的財富就是集中在其中他們 5% 的人裡面，即是 20% 的 5%， 就即是全場的 1%， 全個社會大部分的財富很多時候是集中在 1% 的人的手中。那即是證明了大部分的社會都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社會，主要就是為這 1% 的人民服務、而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是偉人，甚至比偉人更加偉大，因為偉人是一個人服務很多人，而我們很多時候是很多人服務很少人。你想想誰偉大一點？最重要是誰得到的服務質素好一點？你進去一間按摩院，一個連100個，有什麼人？現在你進來這一間，你不是起雙飛，你不是起四飛，你起100飛，每3個技師只能夠分配到你一隻手指尾，爽啊！我的朋友阿明就是明白這個做人就是為了服務 1% 的道理，他不單只要服務這 1%， 他直接要在這 1% 裡面選一個人出來為他服務，他要為阿成哥服務，李嘉誠先生。我老友阿明為了服務阿成哥，特登搬去黃埔住。大家知道黃埔是阿成哥的，他很感激阿成哥，他覺得成哥很關照他，因為齋口黃埔供樓已經夠他玩一世了。他說他現在還在供最便宜的那些，即如果他要供最貴的那些，他說只夠他玩輪迴幾世。阎羅王問你為什麼要給你投胎啊？我等老未供完他要買東西他去百佳，阿成哥的、他特別欣賞百佳這個名字，他認為成哥改名改得很好，即是這麼大間店頭，成千上萬的貨物，只有100樣東西在街上、這些就叫謙虛咯。他要用電話，和記電訊，成哥呢，是吧？他特別欣賞就是因為你在黃埔住最大好處是什麼？你很容易知道哪些是自己有的，即如果你不是成哥的人，你的電話是收不清的，得半格。 女阿明來說，他說香港其實就是李嘉誠，是李嘉的城， The city of the Lee's family。 他的口頭禪就是還差一個字，還差一個字，差一個什麼字？香港特別行政區， HKSAR，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。 說得挺好，今天大
但是大家想象一下，这个 HKSAR， 如果个 H 可以变咗做 L， 就会变成是乜嘢 ？LKS Location Administrative Region。但是不是人人识得好似阿明啊，咁要服务有钱佬，有啲人会批评有钱佬。但是大家知道，基本上所有批评有钱人嘅人背后只系得一个原因，就系佢唔系有钱人。嗱，我以前个老细唔同，我以前老细阿森哥，佢嘅目标都系要做李嘉诚。OK， 阿森哥个机构都几大，嗰阵时都有连埋我在内啊，差唔多成300个员工。佢好中意咧，耐唔中咧就同我哋开一次员工大会嘅，即系好似大家坐晒喺度，然后就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在座有边位认为自己做得好嘅，请你举举手。通常我哋就好似你哋咁样啊，好静嘅，冇人举手。咁啊，新哥系咪觉得我哋会有人会举手咧？我话新哥都知道冇人会举手。咁点解新哥叫人举手？佢想我哋觉得惭愧。几百人有边个觉得自己做得好噶？举一举手，一个人都冇。我问你哋惭唔惭愧？即系老板真系好天真嘅人吓，即系佢唔明白我哋啲员工呢啲人吓，外表就似一个成年人。其實是跟一個沒做功課的小學生的心態一模一樣，每天最希望的就是明天打風，是一個每天的理想都是打風的人，是怎會覺得慚愧呢？而事實上又有什麼是快樂得過你明知道明天要上班，而你聽到天文台說現時三號風球現正懸掛，颱風鳳鳳正在逐步逼近本港，稍後可能會懸掛八號風球，你即刻會變咗做一個馬迷，係咪？八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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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然凌晨2點，颱風鳳鳳正式成為八號。你第一時間就打電話俾你老友阿堅、阿強同埋阿祥。你啱啱攞佢嘅電話啫，門鐘就響起。你一開門就係阿堅、阿強同埋阿祥開台，快樂無比嘅快樂，係咪？凌晨6點，所有風球除下。就是那天阿森哥问你惭不惭愧，你觉得真的很鬼惭愧。阿冯冯你应该觉得很惭愧，人又打风你又打风，你打过几粒钟，我打边炉都打得耐过你，你有哪个风球觉得自己打得好的，举一举手啊。各位老板是真的非常天真，我又试过有一次阿森哥亲自召我入他办公室，然后问我一条问题，我不懂答，你试下怎答一条这样的问题，你老板问你，你怎答？他说，阿子华，你可不可以解释给我听，为什么你可以做得这么差的？你怎答？你可不可以很直接很老实地答？哦，小意思而已，森哥，其实我是可以做得差很多的。不過呢排有啲壓力，即如果毫無壓力咧，喺差啲一方面，我喺公司係揾唔到對手。老闆幾時係最可愛啊？發脾氣嘅時候，係咪？老闆會同你講啊，我唔理，呢個世界冇話唔可能，你同我死都死掂佢。有冇同你講過？好幽默，我覺得冇得頂。阿森哥你唔理，咁你唔理，你估我理唔理？你又不理我又不理真係啊！新哥又問又問，呢個世界冇話唔可能。嗱，呢句説話我係贊同嘅。各位，呢個世界冇嘢係唔可能，不過喺呢一個薪酬咧就幾唔可能。Nothing is impossible。哦，你同我死都死掂佢。哇，新哥為份工去死，咁浪漫。我翻工救國啊！各位有冇人可以為份工去死嘅？係有啊！我哋中國素來都有呢個傳統，我哋歷朝歷代好多人可以為份工去死嘅。其中最出名有一個就係孔明先生 ，Mr. 明空啊 ，Mr. 明空喺呢個後出師表度用咗8個字嚟到總括一個最佳員工嘅服務態度，係乜嘢？工。
高進水，死而後已。你過去呢十年有冇試過同你老闆講過呢句説話？過去一百年有冇人講過呢句説話？有。現代人仲有咁嘅人，喺一九唔知幾多年嘅一個早上，一個年青人去見一份工。當時佢就同佢見工嗰個人講：阿金生，我為咗呢份工，我係可以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嘅。不過當時我係用英文講，大家都知道啊，真心説話用外語講真心好多嘛。Mr. Gum, I am going to try so hard, I die。 啊，唔係，死而後已嘅翻譯 ，I die afterwards。鞠躬盡瘁好難翻嘅，但唔緊要。我識鞠躬就得啦 ，I die afterwards 咁得 ，I die afterwards 嗱，係真人真事，因為呢位金生就係金國亮先生，真事嚟噶嚇。咁、啊、當時我同金生講，我可以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啊。金生點樣答覆我呢？金生就話啦：我哋喺呢個階段，大家唔需要承諾太多嘢啊。我當時心諗，如果每個女仔好似佢咁冷靜，我呢一世都冇運行。阿 Mary， 我真係好愛你嘅咧，我永遠都愛你，我永遠永遠都愛你。喺呢個階段，大家唔需要承諾太多啊。喂，即係你俾人篤爆唔緊要，你唔好篤爆得咁斯文啊嘛。即係人哋明明係出千，你同佢講等錢使，點解唔試下申請綜援呢？咁結果點啊，各位？結果阿金生係請咗我嘅，氣壓大咩？咁所以到今時今日，我都非常感激阿金生，特別係因為我係冇做到嗰份工。大家明白啊，嗰朝我見嗰份工係第一份去見嘅工，我梗係可以鞠下躬盡下水啦。晏晝我仲要對多四個人鞠躬盡水，我真係份份工鞠躬盡水就得啫，死而後已俾你睇啊！嚇，真係喂，我哋出嚟打工係咁噶啦，係咪？講乜都得㗎，寬長無真心呢啲嘢係咪先？所以好多老闆好多時會投訴啲員工都唔攞個心出嚟，激死人啊！員工又會投訴啲老闆都唔攞嚿金出嚟，使死人，係咪？究竟一個打工仔出嚟打工係咪真係淨係為咗錢嘅咧？各位，大家認為係點？係為咗錢嘅。我中意呢種啊，負氣答白係。有冇咁戇居嘅問題啊？阿媽係咪女人啊？係，OK OK， 係。我再問過一個，應該咁講，即係打工仔係點睇自己應該獲得幾多薪酬嘅咧？越多越好。嗱，我覺得越多越好都簡單咗。嗱，大家諗下啦，阿生哥就問大家咯噃。啊！在座有邊位認為自己做得好嘅？請你舉一舉手，係冇人舉手。啊！如果阿新哥轉一轉個問題，係話在座有邊個認為自己應該加人工嘅？舉一舉手。三百個人，六百隻手。做得好，冇人舉手。加人工，多個舉手。係啊，我知道我係做得唔係好好啊，但係我更加知道我應該加人工。即係話喺一個員工嘅心目中，工資。同表現是應該脫鈎的，是不是？沒表現照出糧，有表現出四糧至八糧，越多越好，那公司會執笠，不要緊，拿賠償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各位老闆，你們明不明白為什麼你要出糧給我？不是因為我為公司做了什麼，而是因為我為了這份工作，我沒有為自己做了什麼。你明不明白？不是因為公司得到什麼，而是因為我喪失了什麼。所以嚴格上來說，你每個月底給我那份不是糧，是賠償。有什麼分別？分別就是你出糧給我，我要多謝你；你給賠償給我，你要加多聲對不起。哎呀，陳仔，真係對你唔住啦！你又冇咗一個月嘅青春，啊！你睇世界盃又睇得唔安樂，翻嚟公司仲要眼瞓，哎呀，真係搞親你啊！真係，阿林伯，你仲陰功，你喺公司做咗一世，咁啊斷送咗一生，
但係你唔緊要啊嚇，公司所謂冤有頭債有主，好公道嘅。公司知道你咁樣開咗會，公司決定咗你退休嗰日公司執笠。咁啊理想啊係嘛？大家認為冇嘅，冇咁理想嘅事。我認為嚇、各位，人生裡面有時咧有啲不如意嘅事，主要都因為一個原因嘅啫。個原因就係咩咧？就係我係我呢一套戲嘅主角，明唔明我意思啊？我當然係我呢一套戲嘅主角啦，即係我食嘢係我飽噶嘛，唔會係你飽噶嘛。我又唔會同你講，你唔好再食咯噃，我食咗晏噶咯噃。你咪想食死我啊！你仲食嚇？唔會咁噶嘛！我係我呢套戲嘅主角，我踩釘係我痛，雖然我想你痛，但係好多時候點解明明係我踩釘，我痛，我嗌兩聲，你會走嚟同我講踩釘係嘛？即係嗌救命啊！要唔要登報啊？哇！仲除重？喂！我踩釘，我嗌兩聲，你話我哇仲除重？你有冇搞錯？我係我呢套戲嘅主角嚟，我係主角嚟噃。你邊位啊？啊，你冇大冇細喎。冇錯，你係你呢套戲嘅主角。問題係你呢套戲嘅戲名係叫做《茄哩啡的一生》。我哋嘅問題大家明白，我哋係主角，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飾演嘅角色係茄哩啡。我係做過茄哩啡，你睇外形係睇唔出啦，當然係咪？但係的而且確，我係做過茄哩啡。嗰陣時仲成日俾人鬧添，但係唔緊要，俾人鬧得多咧，你會慣，慣到個地步，有時俾人鬧完，我會提醒佢：咦，你好似鬧少咗一個字喎、你好似鬧少咗第五個字，冇咗個形容詞、大家都知道，通常都係嗰啲形容詞㗎啦，係嘛？點解我可以咁樣樣？因為我嗰陣時已經練咗一種嘅本能嘅反應，你講粗口鬧我咧，我好容易將啲粗口嘅音咧轉化為一啲好普通日常用嘅語句，譬如大家都知啦，我哋廣東人最勁就係嗰六個字噶啦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你知啦。咁我會聽到咩咧？即係我係會直接就將佢轉咗，譬如係請你好好放低咁樣，所以我冇問題噶。你鬧我，喂，你仲笑？撈咗機㗎啦嘛，你仲笑啊？我請你好好放低 ，OK， 放低 ，relax， 冇事啊。嗰陣時真係好闊達嚇，有時諗翻轉頭，真係都幾奇妙啊！我哋廣東人鬧親交都一定扯埋阿伯母落水，好鬼關照阿伯母喎。基本上我哋中國人都係咁㗎啦，普通話都係㗎，動不動連媽都，他媽都，你奶奶都。我覺得呢個係充分表現咗我哋中國人嘅智慧嘅，各位。你要諗下，第一個發明呢句嘢嘅人幾唔簡單，點諗出嚟？我認為佢根本係一個智者。當時佢可能俾人鬧緊，俾人你有問題，你有問題，你有問題啊，你有問題，你有問題，你阿媽有問題。你知第一次出現佢唔識嬲啊嘛，佢覺得好愕然。你明明講開我有問題喎，忽然間做咩講我阿媽有問題？我阿媽冇同我講過呢個問題喎。唉，你之所以有問題，那係由於好多因素千絲萬縷咁組成嘅，而其中最大嘅原因就係你阿媽，因為冇你阿媽就冇你呢個問題啦。所以你唔係問題，連媽都係問題。問題，我阿媽只係問題。哎呀，咁難道你阿媽又冇阿媽咩？所以你阿媽唔係問題，他媽都係問題。咁但係難道你阿媽嘅阿媽又冇阿媽咩？咁難道我同你鬧交係你媽都他媽都你奶奶都他媽媽咧？有排都鬧唔完。所以正所謂媽媽不盡，問題無窮。我同你鬧交提起你阿媽就係想你知道，其實你冇問題，你阿媽又冇問題，問題根本就唔係問題。我頂頂頂頂頂頂，就係想提醒你，請你好好放低，冇問題。
真係係好闊啦，當時好快樂嘅。其實做 KTV 有時啲人鬧完兩句粗口，修養又好咗。但係大家都知道，快樂嘅時光總係過得特別快嘅。咁啊，由於我嘅才華咧，我好快就冇得做 KTV 啦。當然主要由於我俊朗嘅外形啦。收到。我好快就可以喺啲二三線嘅戲裏面做啲三四線嘅角色。係咪應該更正？喺啲三四線嘅戲裏面做啲二三線嘅角色好唔同啊嚇，所以我都分唔到。咁但係總之，當時我自我感覺係非常之良好，覺得自己上緊位去做主角，做自己，我係主角。果然有一日就有一個人嚟揾我做戲啊！呢、這個人好犀利啊，真係唔可以講真名嘛，係真人真事啊！佢係間電影公司嘅老闆，同時本身又係演員嚟嘅。咁佢叫我去佢公司同我傾下。佢話：我要做的角色係點嘅？佢話：嗱，阿子華，你要做的角色好簡單啊，亦都幾複雜，簡單得嚟複雜啦。你當時咧，你就企喺街邊嘅 ，OK， 你企喺度，咁我揸車經過啊嚇，揸車經過，咁我見到你，我駛架車埋你身邊，然後搞低玻璃窗，咁你又好奇啦，咁你耷低頭就望我啦，咁我見到你望我咧，我就同你講咯噃，屌你啊！然後跟住咧，我就揸車走咗啦。咁你走咗之後咧，我的角色跟住係做咩咧？冇咯，我都走咗咯。咁我做嘅角色就係嚟俾你表嘅嘢。哦，咁啊唔係，你中意繞多嘢都得。繞你好好放低，我放唔低。我翻到屋企，我不停同自己做心理輔導。唔係嘅，佢就係要揾一個好有份量嘅演員，因為你戲份太少，係咪？你就咁繞一嘢嘅啫喎。你戲份太少，你個演員唔夠份量，你係冇喜劇張力噶嘛。但係有邊個有份量嘅演員就咁會企喺街邊俾人繞一嘢？二三線都唔會啦。七八線都唔會啦，你咪真係當我 KTV， 但冇可能噶噃，我上緊位噶喎，咪係咯，你咪上緊位做個 KTV 咯，我 K 你好好放低，好唔開心，因為一個主角俾人當係 KTV， 今日回頭望翻轉頭個位，我就明白，你一個人原來成日當自己係主角，係好揾，好揾笨，揾自己笨。你想想我當日被人用六個字的粗口難，我當聽歌噔噔噔噔噔噔，還會加啲節奏感啊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好像獎品攞咁樣。今時今日人哋講兩個字啫，我崩潰，因為當日我知道自己是 KTV， 今時今日我當自己是主角，好明顯，做一個 KTV 的生活。是容易好多，你想想，特別是做 KTV 其實沒什麼要做，是不是？主要就是出現而已嘛。大家都知道了，做 KTV， KTV 做感情戲的特點是什麼？沒有感情了，是不是？你大佬死了，對嗎？他幾十歲都是這樣的嘛。OK， 而家對方大佬死咗，你笑啦。大佬，我點樣俾個飯盒俾你咁樣？我出現咗咯，係咪 ？KTV 做動作戲嘅賣點係咩？冇動作啊！嗱，你而家去追殺啲清兵。殺啦！你而家俾啲清兵追殺。走啊！哎呀，跌咗隻錶，唔好意思啊。大佬，我怎樣出糧給你啊？我出現了。即如果你的人生能夠就是這樣，沒什麼感情，又沒什麼動作，那你就真的可以做到一個真正的 KTV。 那你的人生有什麼值得驕傲啊？我出現了。
即係如果你能夠做到齋係出現咗已經覺得夠咧，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闊達嘅人生態度。各位，其實你啲成日當自己係主角嘅人，其實係好難好難做得到啊！有幾難啫？做人嘅嘢，開心有一日，唔開心有一日啊嘛，開心啲啊嘛，開心有一日，唔開心有一日，咁即係呢人唔係好重要啦。咁點解要開心啲咧？呢句説話嘅邏輯係點講都通噶嘛？開心有一日，唔開心有一日，咪唔開心咯。OK 噶噃，係嘛？埋單有一日，唔埋單有一日，咪唔埋單咯。拉拉鏈有一日，唔拉拉鏈有一日，咪唔拉拉鏈咯。你明噶啦，做人啊，忍一時風平浪靜，退一步海闊天空啊！忍一時風平浪靜，忍一個小時就夠啦，忍多個小時都唔使。係噶，如果你喺忍嘅呢個小時裏面，即刻買張機票飛去巴拉圭，佢就喺南美洲嘅中間，你係望唔到海嘅。我包你風平浪靜，忍一時風平浪靜，忍一世就風平浪靜。退一步海闊天空，退一步就夠，退多步都唔使遇到咁問。啊，係係係，海嘯啊，海嘯海嘯，唔使驚啦。退一步海闊天空，退出江湖就海闊天空。你明就得噶啦，做人嘅嘢最緊要過得自己，過到人啫。呢句说话是有四个可能性。最容易做是什么？过不到自己又过不到人。是不是难做一点是什么？过到自己过不到人，又或者过到人过不到自己。最难做就是又要过到自己又要过到人，你又讲到好像很容易这样。没嬲没嬲没嬲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啦。呢句说话是讲紧乜鬼嘢？即系船原本是挛噶，即系去到桥头自然就嘣。哦，唔系，即系去到佢个船去到桥头，自自然然识得摆直咁就过到去啦，咁系咪？即系自自然然吓，自自然然咁唔使请水手啦。咁你早啲出声啦，铁达尼死少好多人啊！是咪？即船一开，个船长就同大家宣布：各位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啊！但系撞到冰山特别挛。咁多呢一啲懒系乐观嘅金句，各位，我一句都唔信。呢、这个世界我只相信两句说话，我自己发明嘅。路飞，大家食过啊？无非不妨食过份，出猫唔好太高分。是不是好有道理呢？总之你食嘢就要洗手洗手洗手，做人就要小心小心小心。你一个成日当自己是主角的人，你好紧张，你放唔低自我，你就成日会咁呢樣計住，嗰樣計住，好小心洗手，小心洗手，好攰。所以我成日提議大家去睇下嗰套經典嘅恐怖片《驅魔人》。有邊個睇到呢套片嘅？拍拍手。啊，呢啲朋友咧係好闊達嘅人嚟噶，因為《驅魔人》係講咩啊？《驅魔人》係講一個少女被鬼上身，冇咗個自我，啊，好 free 噶。佢中意咬啊咬，咬到五顏六色噶，佢成條彩虹咬出嚟。佢中意鬧你就鬧你，佢唔使俾面你。講粗口鬧你又得，中意用唔同嘅語言鬧你又得。啊，佢自己得閒無事喺間房好無聊，唔緊要，佢360度另一個頭，哇哇哇，唔使去迪士尼啊！你想象下，各位朋友。你想象下，如果每日你的闹钟一响，你就鬼上身，你的人生会几快乐？
中意翻工啊！你話唔係鬼上身，點講得出呢句説話？我嗰陣時翻工嘅時候，嗰陣時就有個同事，每朝都一朝早就聽佢講噶啦，喺自己個位度，好嘢，又開始新嘅一天嘅工作。我每次都想用聖水淋佢。我好中意翻工啊，但係我唔會朗口。橫掂公司啲人都咁口臭，然後你去搭地鐵，你諗下你會幾咁自由？你第一次可以完全諗都唔諗就同對方講：麻甩佬，你真係好臭啊！放低隻手啊！黐線，有錢搭直升機翻工啊笨！搭地鐵係咁噶啦，你真係好臭啊！馬甩、又未到站，你走去邊啫？馬甩佬，你走得去邊啊？搭地鐵係咁噶啦，然後你一翻到公司，姣婆二拎又單打你，點啊？昨晚同阿 KY 開會，定係開香檳啊？你唔使再同佢單單打打，唔使咁迂迴曲折，你一嘢就醒佢淫婦，跌落屎坑嘅狗公都唔放過嘅淫婦，然後用八國語言叫 slut， 不輸 snack。non è pure la baby la si ha come can andare然後晏晝你又要去見客，個客又同你講：我諗個 project 呢一部分咧都係改一改好啊，不如由頭改過啦。又改唔好啊，唔好啊！一路转到你啱啱收工，你先至醒翻。早晨啊，各位去边度 happy hour 啊？系咪好快乐咧？咁嘅人生，开心嘅时候做自己，唔开心嘅时候鬼杀杀。現實好難做得到，但係唔緊要，各位，你喺現實裡面得唔到嘅力量，你可以喺語言上揾翻。你識得用以下呢兩個字，你平日嘅生活會充滿力量。第一個字就係個腦字 ，OK？ 唔係腦點你，你收到嗎？如果我話唔係點你，好似自己都冇乜信心咁啊，係咪？唔係腦點你。哦，硬車，你明知俾我老點，都要俾我老點，老襯，所以搞清楚。阿武藤哥，哎呀，我抽筋啊，點樣衰啊？我老抽啊，勁抽。同樣原理啊，你賣翻版啊，你咪犯法咯。嗱，你賣老翻啊，醒目仔。當然有時你會唔明白啊，點解一個好年輕嘅女仔係會叫做老處，而一個好舊嘅機構就叫做老新。你想申請入會就準備一封老毛，唔係就唔老禮。呢啲老字，各位主要就可以令到一個蒼白無力嘅普通市民，變成一個深不可測的江湖中人。你想想，如果你朋友問你，喂，今晚吃完飯有什麼做啊？你會怎麼回答？有什麼做啊？不消化一下，有什麼做啊？消化完就看電視，睡覺。當然你可能是沒有那麼壞的，
嗱，你會識到好多朋友噶咁樣 ，OK？ 但係如果你識得用一個腦字，各位朋友問你食完飯咩做啊？你點得？腦燒咯，消化。跟住咪戒下腦電咯，睇電視戒佢。跟住咪腦電咯，點床。冇運行咪起身索個腦牛啦，飲牛奶。跟住咪翻去腦脊咯，點完床點脊。再過多陣咪拍個腦 A 咯，早餐裡面嘅 A 餐。跟住咪夾腦鐵咯。好似打劫咁係咪？唔係，係搭地鐵啫。嚇、啊！你 get 到啊？你 get 到啊？原本你真係好無聊喺屋企，而家你係咩啊？你係腦燒、腦電、腦脊、拍腦 A。你原本係韞喺屋企啊，你而家個 feel 係強到好似韞喺監倉。你原本只係喺屋企吸塵，而家係監獄風雲。喂，邊個？做緊咩啊？腦吸咯。老吸完做咩？老洗啊！黐線啊！洗黑錢洗碗，你勁到人哋都唔相信。OK， 第二個字大家要學嘅就係、是、個爆字啦。嗱，各位喺個爆字出現之前，我哋所認識嘅最勁嘅字就係勁。誒，冇字勁得過勁啊！要勁過勁者打翻嚟，哇！佢勁勁啦，係咪？而家唔係啦，而家我哋唔係話人勁，我哋話佢好爆，係咪？哇！佢勁好笑人咯，佢笑爆嘴啊！哈哈拍 ，oh shit！ 點啊？我呢個眼睛，咩啊？魚死啦！魚死啊！唔係魚死，落爆，係我落雲落，你冇咁笑我喎。我響你樽喎，唔係響樽，爆樽，大家都識噶嚇。響樽有咩問題啊？太有文學味道啊，太多幻想嘅空間，係咪？響喎，有幾響啊？嘣又響，嘣又響，係咪？嗱，我響你樽噶，嘣嘣嘣嘣嘣。你響樽咧，我爆你樽啦。講完。跟住你點啊？你流血 ，no， 你爆肝。問題係呢個肝係邊個肝字呢？我第一次聽到人哋講爆肝，我即時反應係 ，oh shit， 哦哦，聽到都痛啊，啊嚇！跟住嗰人又補充：唔係啊，我手指尾爆肝，我唔知幫佢撳住邊度。當然大家知道啊，最勁嘅用法就係我今年我聽到，我同我朋友行街新年嘅時候，有個麻甩佬經過我身邊，當時佢大大聲就講啦：好，新年流流可學佢爆馬攬。我第一個反應就即刻打電話報警，話俾馬會聽有恐怖分子。我朋友拉住我：唔係嗰啲馬攬啊，呢啲馬攬係冇馬噶，係淨得雞嘅啫。啲咩農場嚟啊？呢啲咁怪嘅？哦，原來爆馬攬各位即係幫襯妓院，但你搞清楚，你去馬攬，你只不過係一個嫖客。你爆馬攬，你就係阿爾蓋達。阿鳳，我入得你呢個門口，我就唔諗住出翻去。你俾安全套我做咩？你睇小我必死嘅決心啊！你冇聽過啊？拉得爆馬攬預咗死得慘。好啊，大家而家識得用個腦字同個爆字，跟住落嚟咧，俾大家啲自己實習嘅時間咯噃。嗱，而家如果我同你講，各位又係去咗到咗呢個去廁所嘅時間啦，你係咪覺得我會睇笑你膀胱咧？但如果我而家同你講，各位又到咗爆光嘅時間啦，我係咪覺得好急不及待？OK， 但係去還去，搞清楚係曝光，唔
唔係爆缸，有啲人係分唔清兩個音嘅。OK， 你唔好同朋友講，你坐一陣啦，我入廁所爆一爆缸。我 show 唔好睇啫，唔使自殺係嘛 ？OK， 各位，我哋老爆十五分鐘，跟住再出嚟爆醫館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万众期待，千夫所指，百嘴莫辩，一派胡言。黄子华、栋笃笑，又再开始。是不是很尊重你們呢？換衣服啊，大哥。其實不是，其實我自己不可以看 show 都換衣服的。啊，你們不換的嗎？你中場休息，總之又不會換衣服。各位，在上半場有沒有哪位看完覺得麻麻地的東西？下一首。媽的來的，你又不走啊。唔緊要，唔緊要，唔緊要，係我知道，我知道嚇，係麻麻地，唔緊要噶，你睇多幾場就慣嘅。OK， 你一人就好 marvelous 噶，即係好多唔啱睇噶，好硬眼嘅嘢咧，睇多啲你又覺得啊幾順眼啦 ，marvelous， 即係奇妙。咁點解唔講奇妙，要講 marvelous 咧？因為真心説話用外語講真心啲嘛。人類是真的很 marvelous 的，真的你細心看看我們每一樣我們所做的事，很多事情其實是 OK 型的，因為你習慣了，你覺得 marvelous。 有些朋友喜歡運動或者看運動的，拍拍手，都挺健康啊。今晚大家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，這個是什麼運動啊？阿宇老伯，阿宇老伯，這個是什麼運動？競步嚇，競步係邊位發明噶？冇人知啊，冇人知。Slide Chan， 陳師奶，幾時發明噶？最巴士咯，二嫂等埋啊，二嫂，我跑緊啦，你成日跑得最快而家啦。你睇多一次，你睇多一次啊，示範多一次，有咩問題啊？你睇下依家呢個示範啊，競步 ，OK 嚟咯噃。有咩問題？啊？腳踭離地，腳踭離地有咩問題？腳踭離地咪太快咯？腳踭離地即係跑。喂，競步嘅精神就係、是、我知道你可以快，但係我唔俾你快。我知道你識跑，但係我唔俾你跑。咁點解要競步咧？點解唔競爬咧？咩成蛇咁競躝咧？哦，犯規。心口離地，marvelous！ 又有冇人可以話俾我聽？壁球係邊個發明嘅？你打壁球你一定贏喎，你知唔知啊？其實你唔識打你都可以好容易就贏啊！你點打？嗱，你睇如果你咁打，你就贏噶啦。但係打壁球嘅人係點樣打噶？唔係噶，打壁球係咁打噶喎。做乜鬼嘢？打壁球嘅精神就系唔系你去打个球，系唔好阻住人哋打个球。系啊，点解会咁啊？因为个壁球场咧，基本上咧，你放几件家私，你发觉系同你间房咁上下大嘅。你打得壁球多，你唔会有家庭纠纷噶。哦，你睇紧电视，我煲紧汤。但系正等于每一个住高屋嘅人，佢嘅理想。就是住豪宅，同樣每一個打壁球嘅人嘅理想就係打網球。你好想同你嘅對手講，喂，允慈，允慈你嚇、我開波嘅時候，你唔好企喺我身邊得唔得啊？你可唔可以企過對面啊？嗱，我打反手，我真係唔理你，我
本身都係有少少畸形。OK， 咁我哋講啲正常，大家都認為好正常嘅運動，游水夠正常啦啩？點解咁多款式？自由式、蛙式、蝶式、啊、如果你跑步有咁多式，你有咩感覺 ？On your mark, get set, go！ 嚟到第二棒啦，蛙式，跟住蝶步。我是真的適合蝶式的，各位，我受過專業訓練。蝶式是全世界一種很曖昧的泳式，你看清楚，如果你在水底看蝶式是怎樣游，是這樣，什麼人會游蝶式？一個正常人，我總不相信他在正常的情況之下會用蝶式。我不信你沉船的時候你會用蝶式。哇，馬尼沉船，不用怕，我們游過對面了。什麼背泳是什麼意思？背泳即是你不敢望池底，你怕深啊。唔係啊！我成日認住下面有好多嘢啊！Marvelous， 我真係覺得。因為而家奧運啊，奧運項目頭先嗰幾樣都係奧運項目，而家仲有一個新增嘅奧運項目，叫做咩咧？團體藝術體操，好犀利嘅。啊，佢又肥絲帶啦，又拋棍啦，啊，又掉保齡球樽啦，然後又啊耍埋呼拉圈啊咁樣樣嘅，佢哋唔使齊嘅喎。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比分啊，即是這兩個是平自己，這個在拋樽，這個自己在玩呼拉圈，哇，好了，你做什麼鬼嘢呢，這樣怎麼計分呢？我看了好久，我終於明白他們不是玩什麼藝術體操，他們是練緊全真七支的天罡北斗陣。你入了我們的陣還想走出去？平師奶游出，根本做裁判那個就應該站在他們的陣的中間，你可以走出去就當我們輸。Marvelous， 各位，我真的不明白，我真的不明白，很多很畸形的東西我們覺得很正常，一些我覺得很正常的東西，那些人又說他是畸形，不被人用類固醇，說是禁藥，說是不公平。各位，要一個城市人同一個非洲人一起跑馬拉松，你話公唔公平？那個非洲人去一次71已經12公里半個馬拉松，你仲要阿望出場？你去開71，幫我去呼噜呼噜買盒叉燒飯添，咁咪一個馬拉松咯喎佢。阿望出場仲要嚟到71，哦 shit， 唔記得帶錢，兩個馬拉松。你要一個城市人同一個非洲人跑是公平的說話，他就齋跑，我們就打類固醇，再每人津貼300元搭的士。Marvelous， 當然如果你說運動裡面最 Marvelous， 我認為就是足球、啊、今年世界盃全球為之瘋狂，有一個月不上班，有一個月黑晚睡、啊、跟他死過，在座有哪位是沒有看過今年世界盃的拍拍手？呢班基啊，呢班啊，呢班基本上是社會邊緣人啊，作奸犯科啊，呢啲都係啊。喂，大佬，足球點咁好睇你都唔睇嘅？喂，足球咁刺激，點解刺激嘅足球？各位，足球係因為佢上半場45分鐘，中間休息15分鐘，然後下半場再有45分鐘啊。跟住佢加時30分鐘，跟住佢可以一球都唔入。我成日睇足球，我以為我睇緊乒乓球。呢邊嗰邊呢邊嗰邊冇波入噶喎，啊係喎，乒乓球係冇波入噶喎。足球點解咁好睇？就係因為佢可能會好難睇啊，所以你好期望佢下一場會好好睇睇。
點知佢下一場又好難睇，於是你更加期望佢下一場會好好睇，你直情飛去現場去睇，果然結局就係杜琪峰電影零比零以和為貴。然後仲有啲叫手勢嘅球隊，你有冇聽過？即係一味靠手嘅。喂，你一味靠手嘅，你唔使請足球員啦，你請啲雙撲手咪得？你請十一個雙撲手，一開波一齊行去龍門口，硬爆啦！仲有咩波啊？啊！砰砰砰砰砰，上半場砰砰砰砰砰，下半場砰砰砰砰，加時咧係十二碼。所以世界上最偉大嘅球員就係斯丹。點解啊？因為斯丹都知道，其實我悶咗啲球迷一世嘅。而家嚟到最後呢十分鐘，我有權悶埋佢哋，跟住我都退休啦。或者我有權犧牲我自己，真真正正讓球迷亢奮一次。跟住你哋就知道，搞足球嘅人係全世界最有智慧嘅人。話斯丹，你咁樣做點得？我哋要懲罰你。你退休，我罰你停賽三場。所以大家知道，斯丹係一定會復出，唔復出點停賽？但係佢只會復出三場，停賽三場，啊，真係好有智慧真係。當然，我覺得人世間最 marvelous 嘅各位，當然係男女之間嘅關係啦，啊。因為大家都知道的，男士是自古以來最大的嗜好就是講大話啦。我們每天都培養，每天在這方面都擺好多時間。而女士就自古以來是攞隻牌講大話。什麼叫做化妝？化妝就是你的樣子講大話。你隻眼是明明來到這裡就停了，你唔知查咗啲藍藍綠綠乜鬼嘢孔雀石綠啊，佢仲有得去嘅喎。你個鼻喺正面睇咧就有一個正常嘅鼻，喺側邊睇你唔見咗嘅噃，你塊面好開揚嘅喎，冇遮擋喎，正面睇乜喺度突咗出嚟，咁睇又冇，咁睇又有，你塊面令到我思覺失調啊！各位女士，你哋明唔明乜嘢叫做化妝嘅？最重要是什麼叫化妝？化妝就是你落了妝我還認得你就叫做化妝，你落了妝我不認得你，那些叫做喬妝。是啊，大家經常回家有陌生人，為什麼呢？誰啊你？我不是跟你一起進來的嗎？你唔好笑得太開心，咁唔該，要出到隔離塊面啦。OK， 化妝唔緊要，大家都知啊，化妝用 make up， 我哋其實都好習慣啦。make up 問題而家好多女士唔係整俾個 make up 你睇嘅，佢俾埋個 making of 個 make up 你嘆，一食完飯就嚟㗎啦嚇，抹抹完嘴咁就成副架撐喎。哇！你唔明白啊？你化妝不是為了騙我的嗎？你做乜俾埋個 making of 我睇？你不如唔好化嚇。耶！唔化妝冇禮貌啊嘛。即係點啊？即係你唔化妝，你有一個冇禮貌嘅樣嘅。即係你化妝就好地地，識嗌人早晨，食飯未啊？即係一唔化妝就。咩啊？望咩啊？你差人大晒啊？唔好搞我啊！我冇化妝啊！我自己唔敢見到自己啦！冇禮貌嘅樣嘅，各位，我認為真正冇禮貌係咩咧？文眉啊，真係冇禮貌。文眉啲咩意思？文眉你真係侮辱我嘅視覺功能啊！即係我係睇唔到嘅。我是分不出的，幾好的噃，你條眉毛毛的嚇。咁我咪替不到你眼嚟咯。
般聞味係應該叫做蟬味，有一條冇毛嘅味，你話幾蟬呢？阿大師都俾你考死嘅真啊！冇毛嘅味，阿彌陀佛，諗唔明啊！跟住你又發覺佢有雙冇毛嘅腳，然後你就明白棘手嘅真正意思啊！即係佢對腳呢邊摸落去好平滑嘅，呢邊摸翻上嚟。棘住，呢個咩嘅自然現象咧？你唔明點解會咁咧？直到你摸到自己下巴，哦，原來嗰晚黑媽媽，我係唔覺意摸到佢下巴，個下巴真係長，真係。跟住你又發覺佢哋發明咗一個 bra 喎，那個 bra 好犀利嘅，即係只要你唔怕逼業，你就可以有一條啦。唉，唔出嚟行，跟住有一條罅防下身啦，係嘛？呢個好明顯係一個古惑仔嘅所謂，呢個係應該叫做古惑 bra， 或者叫做老千 bra， 但係佢哋叫佢做 wonder bra。跟住你就明白，唔怪得知當年嗰個神奇女俠咧，那個女超人咧，點解叫 wonder woman 啊？Wonder Woman 有條罅，她用 Wonder Bra。 然後跟住佢哋會整形、整容。咁呢個算唔算係講大話咧？大家認為？整形整容啊，即係換零件咧？換零件就即係唔係原廠噶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有些少爭議性，我認為呢樣嘢啦，各位，因為通常咧點為之講大話咧？即係你買部車俾我啊，你部明明係法拉利，但係你換曬啲普通打康打零件賣俾我，咁講大話啦。但係通常又唔係喎，通常佢原本就係康打、普通打、傑斯祖、寬大，就整個法拉利嘅車頭燈、林寶堅翼嘅尾翼，啊，保時捷嘅大包圍。咁又好似 OK 喎，好似又唔係好算係講大話喎，所以我係認為換零件各位係唔算講大話嘅，即係如果嗰位女士係表明嘅保養期，佢有冇可能話個保養期俾你聽咧？冇可能，你同佢唔係好熟，你連佢有冇補過牙你都唔會知道。我衰嘅成問有冇補過牙都有㗎，嗯。但問題是你一旦跟他太熟就一切都太遲了。阿姐啊，你用我的梳跑啊剃刀不要緊，即你可不可以只要來剃腳毛呢？那所謂有什麼分別呢？又說人家棘手。有沒有可能？沒有可能，我告訴大家聽，地球上冇一個男人見過一個女人剃格拉底毛，女人喺呢方面係乾手淨腳到。我由細到大，我以為男人同女人最大嘅分別就係女人係冇格拉底毛，而佢哋係好驕傲，即係男人影相你會笑，女人影相又笑，好驕傲，雙龍出海。然後我最近才發覺，原來他們不是剃假底毛，而他們有一種器材是掹假底毛的，即所以女人做間諜是最厲害，她不怕逼供的，她這樣都頂得住，你燒她都不怕她，你開始明白你這麼驕傲了，我不怕痛的，我就是超人了。然後各位講完這麼多大話的後果是什麼？後果就是有一天你不覺意走過洗澡房，你跟你說我噓乜你假底有毛啊，做乜你假底有毛，你條眉又沒有毛啊，然後我櫃桶找到說你換了零件，然後未給錢，你是不是地球人來的？各位，這些呢都只不過是外表的大話，我覺得其實是很小事，最嚴重的是他們說的內在的大話。即係你啱識一個女仔咧，有陣時會發覺
佢基本上好健康，傷風咳都冇。但你識耐咗，你會發覺佢成日頭暈身痛啦，呢度熱啊，嗰度痛啊，呢啲都唔緊要，最緊要係佢病得好神秘。你問佢，你係唔係你哋即係一個月有養一次嗰啲啊？唔係。咁係咩？唔知。咁不如睇醫生啦。唔睇。咁但係你痛喎，唔痛。女人是不肯看醫生的，很多女人我想了很久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他們會這樣。終於我發現，因為一個患了以為應該是以為自己患了絕症的人，他是不會想看醫生。很多女性由於她複雜的生理結構，還有主要是她不能夠接受自己那麼複雜的結構的那種結構，很多時候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哈欠，她就跟你說了，你放心，有什麼事我自己會離開香港，我不會連累你。你傷風了吧？你不是販毒吧？你不明白了，那不如看醫生吧。不看。那你傷風不傷？他是不是覺得我給不夠 attention 給他？ 是不是因為我啊？不關你事。那又不關我事，你又說自己又沒事，那我不理你了，不用理你。Marvelous， 真是夢一般的女子。是啊，她們真的發很多夢啊，而她的夢是跟你的夢完全不同，她的夢是很逼真的。伊士曼七彩杜比音響最重要，是她們有味道的，她們是聞到東西的，這些很真啊，因為他們有一半的夢是夢到你對他不好。我還記得啊，你在夢裡面罵我的時候你是有口臭的。而他另外一半的夢是夢到你對他好好，你還真，因為他醒回會跟你說，醒回之後見到你我情願回去發夢。那你可能回去發夢又夢到我對你不好呢，想回去發夢啊，你今天對我不好咯。我現在對你好啦，好不好？都不夠夢裡面那麼好。Marvelous， 各位女士啊， Marvelous， 但是你們不夠男人的 Marvelous。 我由小到大，我有個阿叔就教我男女相處之道，他教我，他說主要男女相處是三句說話、第一句呢，他說子華你記住啊，女人是什麼？女人就是吃飽瞓，女人食饱啲咩瞓啊？食饱安眠药瞓。嘿，我讲紧女人系做三样嘢嘅啫，女人就系食饱、乜同埋瞓。我俾个 tips 你哋，所有女人都系鸡啊，唔系嗰啲鸡啊，系讲紧正常真系真正农场嗰啲鸡。你谂下，农场啲鸡。吃飽和瞓之間中間他們做什麼？是的，雞不是說一吃飽就懂得瞓的噃，成日咁長他們做什麼呢？就是啦，你就是不知道他們做什麼。女人就是吃飽乜瞓，好危險啊。但是不要緊，你不要讓他們吃飽就沒事。所以第二句金句就是，女人一百歲不死，不要讓飽飯給她吃。所以大家明白為什麼基本上大部分的人誰 都是女人來的嗎？哎呀，一百歲不死都沒有飽飯吃過，我一百歲前你說怎麼會死啊？我今年呢就104歲，又吃了4年飽飯，哎呀真是和味啊，好好吃啊，真的，我不過200歲我不會死啊。我細伯100歲不死都沒有飽飯吃，是不是真的太殘忍了？那他一死不就立刻大排筵席啊？都死了是吧，那怎麼吃啊？細伯，我不是為他，我為我自己啊。
男人最高的境界就是第三句，发达升官死老婆。啊，哎哎，你没听错，不是说发达升官杀老婆，不是，我是讲一个完美的女人，就是懂得在这个男人有权有势有财有钱的时候，自己忽然之间无端端死了。細伯，咁係咪真係太殘忍啦？發達升官死老婆，嘿，你懵啊你！我話你聽，乜嘢叫真正嘅殘忍？真正嘅殘忍就係發達升官陪老婆。哎呀，老哥，好耐你終於發達，有時間翻嚟陪我睇大長今啦！我發達為咗翻嚟陪你睇大長今咩？我發達係為咗可以捉下大長今嚟陪我啊嘛！Marvelous 啊，男人啊！我呢位阿叔未死嘅，边位女士有兴趣介绍你识？最紧要系佢呢种精神仲未死，但系而家新嘅一代咧，新嘅一代嘅男士好啲啊！新嘅一代嘅男士咧，讲究咧系三不嘅主义。OK， 我哋对女性基本上系三不：第一，我哋系不主动；第二，我哋系不抗拒。第三，最重要我們是不負責的。不主動、不抗拒、不負責，成不成立的問題是不主動，你不主動，即是要對方主動。我不知道在座的男士你們是怎樣，我叫做做了那麼多年人，家陣就叫做做明星，是不是？不用那麼靜的。我看你說明星在哪裡？ OK， 真的冷漠到的。 OK， 準確一點，行行行，太遲了，這童年陰影就是這樣來的。我知道這樣是四個字，總之今時今日我能夠達到是好熟口面，是不是？我接受到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冇所謂啊。OK， 係啦，總之我做咗咁多年，好熟口面啦。而家講真，我都從來未試過話我唔使主動，有個女仔好主動，直接同我講我中意你，從來冇。最接近嗰個係點？都係即係有時喺街邊都會有啲女仔走上嚟，我阿媽好中意你。我姨婆好中意你，快燈，你嗌多次啊！開咗燈啦，你夠唔夠嗌多次？啊，開燈冇咗啦，熄燈就做咩都得啦，係嘛？開燈唔見咗，佢走啊！連睇都下半場唔揾，快啲俾佢發現死啊！吊住我尾啊，強吻我啊！通常都是這樣，大家都看到的，實例證明，實例證明真陰功。那你說真的，世界上當然啦，除了我，你說究竟有沒有各位認為是真的不用主動的男士的這個世界？有沒有？有沒有在座的男士覺得自己是不用主動的男士？拍拍手，開燈。竟然在哪裡？指他出來，指他出來，在哪裡？大膽喔，大膽狂徒，那位是吧？黑衫那位，你隔離嗰位女士識唔識㗎？你又唔識佢，咁隔離嗰哦，你一個人嚟嘅，你唔使主動嚟，有咩作用啊？你唔使主動就係單身一個咯。我從不主動嘅，所以好寂寞。咪係有能夠不主動嘅男士嘅各位。我老友阿健就一個不主動嘅人，你每次同佢過一次馬路咧，佢會話俾你聽，對面咧，對面有個女仔想向我求婚，唔好嚇過條馬路嘅啫。啊，睇到嘛嗰度，係咁望住我啊，係咁望，係咁
搭堂搭到佢啊！唉，而家唔敢望啊！而家耷低頭啊！點解？啊？點解？佢一望到眼，啲細放唔低啊！你望我嗰邊啊，嗰邊係咩啊？教堂啊！噔噔噔噔噔，真係成個婚紗樣出曬嚟啊！係有不主動的男士，各位就是那些自己主動坐都以為自己沒有主動的。我老友就是了 ，OK， 我真的我當你能夠不主動了 ，OK。而家是那句咩？林志玲對你好主動了，好未？啊，咁你點啊？不抗拒，係咪？不抗拒即係咩意思啊？各位，不抗拒即係你接受，但係好唔緊咯，係咪？好瀟灑。老蕭，我話俾大家聽，男人只係能夠對一個女人咁老蕭，就係佢阿媽。阿媽問你：阿仔飲唔飲湯啊？樹蛋，你識我第一日，我已經係咁啦。哎呀，睇熱啊啲湯藥，熱啊，唔飲啦，係咪？即係如果而家調翻轉係林志玲問你，不如今晚嚟我屋企好唔好啊？你係咪喎？是但，但我屋企好熱嘅噃，熱啊，嚟啦！你有冇咁老蕭啊？你係會講是但，你唔單止講一次是但添嚇。林志玲打電話喺台灣打俾你嘅，啊，知你，啊，得你執，好啊，是但，你呢頭放低嘅電話，你嗰頭攞翻起啦，旅行社嘛，即刻幫我 book 張機票去台灣。咩旅行公司啊？咩台灣公司？咩航空公司？是但啦，咩價錢是但啦，咩出口位走廊位啫是但啦。你直情係興奮到呢頭，你放翻低個電話，你先醒起，我咪就喺台灣咯。你買咗張機票由台灣飛去台灣，你都亢奮到你唔理啦，你直接衝上去林志玲屋企，林志玲咧就喺門口等緊你。哎呀哦，真的哦，對不起呢哦。就是呢啊，我的那个冷气啊，它就坏掉咯，就是今天不行咯啊，不如改天啦。你有三个选择 ：A 回头就走 ，B 破口大骂 ，C 你忽然识得整冷气。你会拣边个？我由隔離街搭飛機過嚟嘅，你話俾我聽，你冷氣機壞咗，叫我走。你話我聽，你個核子反應堆壞咗，我都識得整嘅。啊，即係你有冇事吧啊？啊，沒問題啊，事吧啦，行啦，即係核子反應堆，他自己有反應㗎啦。最主要我有反應啊！不主動，不抗拒，係不成立。各位，男人不是不主動，是成日都蠢蠢欲動，不是不抗拒，是不能抗拒。我們唯一比較可以做得到就是不輔助。不過新一代的男士又好一點，新一代的男士講究是男美的精神。因為根據統計，大家知不知道全世界最快樂的男人就是在南美洲的哥倫比亞的男人。是啊，他們說到明他們能夠這麼快樂，因為有三個秘訣。第一是獨身，第二多性伴侶，第三夠份。很難做得到的，其實你三樣同時都挺難的。 OK， 男人最怕女人就是什麼？吃飽什麼什麼份，他自己最喜歡就是獨身多性伴侶分。所以很多女士你現在完全明白了，為什麼這個男人近來好像不太開心啊？我不夠份咯。最慘的是你他近來好像很鬼開心啊，為什麼啊？夠份啊，真的不簡單的。各位，即是男人和女人怎樣能夠走得在一起呢？我認為是很 marvelous 的。而更加 marvelous 是當他們分手的時候，因為很多時候一到了分手，你就會發現對方不是要死給你看，就是想你死給他看。這個時候你就明白，所謂談情說愛很多時候跟綁票勒索根本是沒有分別的。
即係你能夠乖乖地留翻喺度，咪冇事咯。你做乜要逼我啫？我都唔想啊。所以各位，我最欣賞嗰首情歌，就係嗰首叫做《童話》嘅情歌，因為愛情好多時候真係童話嚟嘅。你有冇人士係未聽過《童話》呢首歌噶？有幾位啊？咁啊慳翻唔使唱啦。真係真係咁多人都聽過，聽過嘅又拍拍手。你哋真係令我嘅邏輯，我以為自己我係好有邏輯腦筋嘅。聽過嘅大約有48人，冇聽過有12人，其他剩咗2000多人係做咩呢？係得聽過同唔聽過嘅啫。我係介乎聽與冇聽過之間。係乜嘢 ？Marvelous。OK， 好，我為大家獻唱呢首各位《童話》。離開我就實折墮，實要付出兼找數，難道我肯祝福恨而你再上路？如若你敢衝出房門離開，你應該抱抱，我會膊頭再插你後腦。你沖涼，我放毒頭，所以分手係會攞你命，你要小心啲啊！真係啊，所以你要聽住嗱，以下呢一段就真係值門票價，會救你一命。專家教大家，你分手嘅説話你要點樣啊？你要遵守三不。值回票價救你命嘅，我係你恩人嚟嘅，其實 OK。分手有三不，第一，不要突然死亡，攞你命嘅好危險。第二，不要互數不時 ，OK。第三，不要拿新歡作比較 ，OK。咁你分手講咩？你講咩？我想分手哦，突然死亡。我覺得你係唔係好適合我？哦，數我不成。咁我覺得佢係適合我的，拿新歡作比較。死無葬身之地。所以好多時候喺分手嘅時候，你最聽得多係邊句説話？就係呢一句啦，好鬼猛。我覺得我好似近來咧就唔係好夠私人空間咁，好鬼嘛！我冇講分手啦。哦，你即刻需要私人空間，即係突然問嗱嗱，唔係，我係話我唔夠私人空間，但又唔係話冇。哦，咁你即係話我阻住你嘅私人空間咧，即係數我嗱，唔係。冇錯，你係喺我個空間裏面，但係空間裏面係一定有嘢噶嘛？一個冇嘢嘅空間仲係咪空間呢？啊，呢個係一個物理學嘅問題啦，呢個唔係你嘅問題。咁抑或你係想佢出現喺你空間啊？啊，咁即係嗱，第三，嗱，你搞清楚，我講緊嘅係私人空間，你而家攞埋第三者入嚟咧，嗰個就變咗係一個公共空間。咁呢個係城市規劃嘅問題啦，好困難嘅各位嚇，要分手都好困難。我覺得人生最大悲劇莫過於係咁，即係你好愛嘅，你得唔到；你唔愛嘅，你甩唔到。點解咁困難嘅？點解咁困難？因為男人同女人，在 DNA 上是有 1% 的分別，你知不知道？所以女人是沒有底毛的。說笑這個啊，真正的問題是因為人和人員在 DNA 上又是只有 1% 的分別。
咁即係話俾你聽乜嘢啊？即係話男人同女人就等於人同日月，其中有一隻係未進化好啊。不過科學家未揾到係邊隻咁解嘅啫。OK， 點解女人要講咁多大話？根本女人可能是背脊都有毛的，我佢剃嗰時我哋睇唔到啫嘛，係咪先？係喎，男人好似係獸性好多喎。乜嘢叫獸性？即係佢話變就變，你估佢唔到。有乜嘢行為比以下呢一個係更加估佢唔到嘅 ？Mary， 我愛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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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愛你。我假喎，聽日翻工啊！半秒到嘅咋，你估佢唔到啊！你要忽然間，佢話變啊變！你真係唔知邊只進化啲，尤其是而家咧，越嚟越多女人係會打鼻鼾，又越嚟越多男人會脫毛，我係驚。究竟邊只進化啲？嗱，認為各位認為女士係進化啲嘅，拍拍手。勇敢啲，係冇一個男人會拍手。呢個就正正合乎咗我哋呢個時代嘅指導思想，即係係乜嘢？就係陰謀論。陰謀論話俾我哋聽乜嘢？各位，呢個世界一切嘅事物，不外乎係利益兩個字。你有乜嘢利益，就決定你用乜嘢立場。你是什麼立場就決定你會選哪個答案。女人是不是進化一點？女人當然是拍手掌啦，是不是符合她的利益嘛。而事實上現在呢，全世界有很多人都有這樣的共識的，就是如果全世界的領導人都是女人，這個世界是不會打仗，因為女人是文明很多的，是進化一點的。你唯一需要小心就是他們開八國高峰會議的時候不要一起月經到的。總統女士，你笑咩？我唔係敏感，我留意咗你好耐嘅。每一次我講人民幣三隻字，你就喺度笑。你真係以為我哋中國人民好幣啊？你以為你美國嗰啲真係美金啊？你美國啲唔係美金，係美元啊！你美國就嚟完啦！當然講笑啦，大家啊，月經唔係一個問題。女士嚟講，唔好撞衫我冇問題。大家知道，對女人來說撞衫是嚴重過撞車的。哇，我又穿那件，她又穿那件，不斷衝過來，我就兜手就抖停她咯。這些不是你死我亡啊，真的。我不知道你這樣很貶低女人，你這樣說話。我男人來的嘛。你看到男士幾？你支持我啊？啲女人，呢啲就係明白陰謀論啦，係咪？符合我哋利益嘅，我哋就做。所以你明白陰謀論嘅説話，你看破一切，你睇穿一切，你冇煩惱嘅，你做人。當然有時候啲事情會比較崎嶇少少，譬如話啊，槍技應否合法化？有女人贊成嘅喎。點解啊？你識得陰謀論？好簡單，因為嗰個女人係槍妓咯，係咪？咁但係有男人反對槍妓合法化喎，點解啊？因為佢老婆想做槍妓啦。死刑應否合法化？根本唔贊成嗰啲唔使講啦，大家都知嗰啲一定係作奸犯科身有屎啦。我認為唔贊成死刑嘅人應該判死刑。即係咩人係會咁冷血、咁不人道，會贊成死刑？贊成嗰啲一定係做電椅噶啦，嗰啲人喺發電廠啊啲啦，對佢哋嚟講最好就亂過馬路都判死刑。暗閉發電廠係認為夏天唔開冷氣都應該判死刑啊！夏天都唔開冷氣，佢哋都係想死啊！慳咗幾蚊就想死啦，真係～
同性戀結婚應否合法化？唔使講啦啩，贊成嗰班啊，嗰班背脊斷曬嗰班人，咪先？唔係喎。嗰、那個贊成嗰個，我肯定佢唔係斷背，嗰、那個阿陳啊嘛，佢開婚紗鋪啊嘛。你唔好話同性戀結婚啦、啊，你同棵樹結婚佢都贊成噶啦。我話林生，你棵樹出咗呢件婚紗真係啊，你棵松樹冇得頂嘅真係。你睇啲樹根幾修長喎、啊。各位，你認識陰謀論？可以幫你一生人慳翻好多精力，好多嘢你唔會再拗撬啊！你唔會再拗撬，因為拗完都多餘。你唔同利益立場，冇得拗嘥嘅事。你唔同利益立場，你淨睇嗰樣嘢都睇到唔同嘅嘢噶嘛。我有老友阿強，好鹹濕，係真正鹹濕。佢聽到鹹濕已經興奮。OK， 佢睇到鹹字，佢諗埋個濕；佢睇到濕，佢諗埋個鹹。所以一日興奮好多次，因為佢成日聽到電台講。今日相對濕度係99%，相對鹹濕99%，即係100個鹹濕嘅男人，仲有99個鹹濕嘅女人。阿強，呢啲鹹豐年嘅笑話唔好再講，鹹濕年。我另外有朋友阿娟是一個減肥狂，而家睇唔到書啦，因為佢對個肥字太敏感啦。啊，那個肥字係咩？喺個月字邊同個巴字組成。佢見到月字，佢睇到肥；佢睇到個巴字，佢又睇到肥。啊，佢睇到脆弱兩個字，佢會睇到肥弱。係咯，肥咪弱咯。爸爸佢係睇到肥肥。爸爸很脆弱就係肥肥很肥弱。然後有一天阿強和阿娟一起看《國家地理》雜誌，大鑊！他們看到五隻字，你自己想想怎樣翻譯？巴西很潮濕。西很鹹濕啊，是巴西很潮濕，是肥西很鹹濕。我同你賭1000元，叫阿健嚟做證。阿健是一個非常著重健康的人，他一看過五隻字，哦，西瓜很去濕。你根本個心裏面你要不同的東西，你自然就看到不同的東西。各位，這個世界有沒有東西是全人類個利益立場嘅一致，你睇到嗰樣嘢一定係嗰樣啊，係冇拗撬嘅。好彩呢個年代我哋係有嘅，我哋有環保呢樣嘢，係咪？全人類都贊成環保，在座有冇人係唔贊成環保啊？嗱，今日唔係好多人嚇，雖然爆咗都唔係好多人啫。咁啊，我同大家講幾句心底嘅説話嚇，就唔好講翻出去啦，儘量嚇。我是不知道為什麼我要環保的，即我計過了，我每晚臨睡之前我就開了水喉，醒我才關回，我一世人用得多少水，我最多不只有120歲命，喂，我用完水不夠，你身水不要爆水渠爆一次，他們勁的，真的勁爆的，很多水的，是不是？當然啦，你這樣開水喉你當然沒事啦，我們下一代沒得開水喉的嘛。我沒有下一代，即是我沒得開水喉是為了下一代可以開水喉，即是我就沒有交水費的，你下一代才懂得交水費，那以後我搭巴士要不要讓位給下一代啊？下一代我經常忍著下一代、啊、你喝茶看戲經常有下一代在這裡，我要他們經常我要什麼呢？就我要騷擾你。我嗰次搭飛機由頭到尾有個僆仔喺度，啊下一代啊喺度嗌，我要開槍，我要開槍，我真係想幫佢開槍。
我學佢同啊嗰個孔中小姐講兩句啫。我要你電話號碼，我要你電話號碼，嚇死我咁滯。咩公平？呢個世界各位，你諗一諗，如果啊我哋冇下一代，我哋係唔使環保啊，係咪？我哋冇下一代嘅人就係最環保啊，係咪？已經冇仔生嘅啦，又唔俾我開水喉，政府又唔講句公道説話，我要開水啊！各位有冇嘢係冇拗撬啊？有冇啊？你諗唔諗到啊？冇，黃子華靚仔，好多人想嘔咁滯啦。多謝你啦，但係由你嘅角度睇，我係西瓜肯去濕啦。多謝你，我希望多啲人睇到呢樣嘢啦，係咪？係有嘅，各位係有嘅，冇愛，任何人、全世界、任何種族、階層、年紀都會贊成，母愛是偉大的，是不是？是咯，小孩子都懂唱，是不是？樹上只有媽媽好，有媽的孩子像個寶。不是啊，你覺不覺得我經常唱到這句，我覺得這句歌詞很鬼古怪。有媽媽的孩子就是寶，那沒媽媽的孩子就是草啊！你明唔明白？母愛其實無非就是有媽媽的人想出嚟歧視啲冇媽媽的人。啊，你贊成係咪？呢位一定是孤兒啦。啱啱呢首歌好明顯，亦都係啲細路仔有媽媽的細路仔唱俾啲冇媽媽的細路仔聽，目的就是為了打擊佢哋咧。係啊，我知道你讀書又叻過我，你運動又叻過我，但係你無論幾叻，你同佢都一樣係孤兒。我不如唱首歌俾你聽啊！世上讀書你最好，但是有媽的孩子才是寶。你是沒有媽媽的孩子，你是一條毛。你是沒有媽媽的孩子，你長大做麻撚佬。冇拗撬，有乜嘢係冇拗撬？乜嘢都有拗撬。回水，有冇人係唔同意？全場同意係咪？係。最重要嗰個人同唔同意？點會冇拗撬呢？但是今年各位發生了一件事，是令我想好久，想到我真的腦爆，最勁啊，腦爆，冇得更勁啊，勁腦爆嘅，就是今年人類食物鏈的最頂層第二把交椅，全世界第二號最有錢的人物，北非特先生捐了他八成身家出嚟，他八成身家即係幾多錢？380億美金。我很欣賞你英文的發音。380億美金呢，即是多少錢呢？各位，即是多少錢？我計過，換回做港紙就等於是什麼呢？等於你中六合彩、okay? 你每日中一個禮拜中7日、okay? 日日中，一年開365日，日日都是中，開金都好2000萬。OK， 日日中一禮拜七日，一個禮拜一年中52個禮拜，你要中40年，是一個大到你不想要的彩金，是不是？我已經連續中了12年了，我未放過假，我想找人入去斟隻特分，又要走翻出嚟攞錢。我唔好放假，我講下笑啫。我一個禮拜放2日，我要做60年啦！真係啲筆數係大到你黐線㗎，係咪？捐咁多錢出嚟，嗰條友有咩陰謀？老爆，
當然我好努力㗎啦，唔係努力啊 ，OK。然後我諗到，通常啲有錢人都係為咗啲仔女嘅，啲仔女唔生性，啲衰仔成日喺度刺激我，好啊，我又做樣刺激嘢你哋嘆下，我寫張check，捐咗啲錢佢先，一個零，三個零。六個零、七個零、八個零、九個零，阿爸唔好再零啦，我知錯啦嘛。係咪咧？佢啲仔女係咪咁？唔係喎，佢啲仔女又好贊成喎。Daddy， 千祈唔好捐少啊，一百億係十一個零啊。呢家人唔知咩人，呢家人有咩陰謀啊？老爸，會唔會？我諗到最後諗唔到，會唔會？就係冇陰謀。呢個世界就有啲事係唔講陰謀，唔講自己嘅利益嘅。有時啊，就係有好人好事就咁簡單啊。即係呢個世界就係有好嘅有錢佬，好嘅冇錢佬，好嘅男人，好嘅女人，好嘅老闆，好嘅員工。譬如今晚我哋有好揾食嘅表演者。但是非常好的觀眾，多謝 Thank you。 當然在這麼充滿鼓勵的掌聲之後，通常都有些人仍然是不滿，呢啲朋友唔緊要啊，真係唔緊要，你冇咁執著。點解你會覺得唔愉快？因為你抱住使錢嘅心情入嚟。冇，你抱住捐錢嘅心情。你今日入嚟就做善事，你助養黃子華，嚴重意又有棟篤笑睇喎。啊，呢啲咪好人有好報啦。以後你每一次你使錢，你都抱住捐錢嘅心態，你一世快樂。真係到咗最後，各位，我恭祝大家都可以好似北非特咁樣，使極使唔曬，攞啲出嚟派，得閒做下好事。各位好心有好報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多謝。我哋係冇 encore 嘅。再見，多謝，多謝，好嘅。係靴即係落落台路咧，靴即係唔歡迎你啦，嚇！但越落佢就越靴，唔明白。但我又真係冇咩嘢可以俾你哋啦，已經。多謝曬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我所認識很多女人呢，這段可能比較不是很純熟，因為從來沒有講過的。我呢你可以問那些來了六次那些，真的從來沒有講過。我認為對很多女人來說，一生最大的改變很多時候出現是什麼呢？就是來自一個醒覺，就是男人是信不過的，是不是女士們？是不是有很大改變的人生，是男人是信不過，因為男人是未進化，男人都是狗。OK， 而呢個過程好多時候我哋咧喺社會學上叫做 slavitization， 就係師奶化啦，得唔得？咁你見到啦，大家要搞清楚，所謂師奶化嚇，你好多時候見到嗰個師奶，佢會打仔、打老公、打小人嚇、打牌，呢啲都係師奶化嘅後遺症。你要搞清楚，師奶化嘅重心就係男人信過，未進化，狗嚟。OK。一個師奶佢會咁樣教個女，阿女，男人會為咗追求你，乜嘢都肯做，但係從來冇一個男人會為女人做一樣嘢，即警燈。你叫佢試下喺地鐵即一次，哇唔好啩，咁咪冇曬前途，我唔想上頭條喎，萬一冇在地鐵喪即警燈。前途盡毀啦！
點解？因為男人佢可以為咗你，真係可以同你結婚，可以買樓俾你，可以俾曬一切嘢你，甚至為你死。呢啲佢都做得到，因為點解？呢啲一時衝動就做得到。但係你織頸巾係冇得一時衝動噶嘛？你冇得啦，織俾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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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係冇噶，織頸巾係好漫長嘅行為，你不斷係織幾針，然後諗一諗個愛人，甩一甩佢，又加多針，諗一諗，呢度織得唔好，又插翻幾針，又織翻幾針，莫講話你叫個男人織俾你，你織俾佢，佢都唔明白，我得五尺四，織條頸巾成十二尺噶喎。木乃伊都夠用啊！男人唔明噶，因為佢唔明白你織條頸巾唔係俾佢一個人用啊嘛，係呢邊就攬實佢，呢邊就攬住你，然後兩個一齊殺出街，成條路你霸曬噶嘛。我就同我朋友行街，咁入咗一間鋪頭，我朋友想揀啲嘢，咁我啊好似我自己唔啱我嗰啲嘢，我就坐埋一邊咯，嚇，我咪坐喺度等佢啦。咁坐喺度等嘅時候咧，有一男一女咧就入嚟噶，我諗嗰啲師奶同男人入嚟啦。個男人一見到我咧就好興奮啊，哇，黃生，哇，你點就咁坐喺度，你唔怕人認得你啊？唔知佢當我係強姦犯定咩犯？我當時我哋呢房都咁大氣，我哋最驚就係人哋唔認得我啫。我啱啱想咁樣講嘅時候咧，個女人就講啦，我未講啊，嚇個女人就講：嘿，邊有人認得佢啫？咁我已經唔知得點反應，個男人嗱嗱聲兜啦，嘿，你講笑咩？黃生咁出名，咁多人認得佢，然後個女人即刻加多句啦，咁認得佢咁又點啊？哇！我往日同你無仇，今日同你無怨，你做乜咁坦白啊？咁跟住佢同個男人講一句嘢，我就明曬啦。跟住佢就同個男人講：，誒、你講咁多嘢做乜鬼嘢啊？快啲攞埋篤尿翻屋企啦！你覺唔覺得呢句嘢好熟口面？你養個狗嘅人你就明白。你通常帶狗落街，我哋就成日同啲狗咁問：問乜鬼嘢啊？攞埋篤尿翻屋企啦！佢係帶個男人落街屙尿啊！我唔知係咪淨係屙尿，因為佢另外隻手咧係揸住份報紙嘅。根本佢當佢嘅男人係狗。係男人都係狗，好明顯，咁我都係狗啊！嚇、啊，你棟篤笑眉，即係多嘴狗咯、啊！出街人戴口罩，咁咁咁，應一聲好唔好？好唔好啊？啊，冇乜反應啊！唞下先，唞下先，唔使住。我又嚟啦嘛，嚟咯噃，嚟啦，嚟啦！